你我二人之间的约定，就是考上画室即可。我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约定。至于我在画院表现如何，还请父亲不必过度操心。 这50两，拿好。能得到夫人的赏识，是我的福气。小翠，送客。是夫人，谢夫人。这边。少爷，老爷找您什么事儿啊？ 父亲知道我捉拿绑匪的事了，老爷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啊？童子福说的，我亲眼看到他拿着银子从家里出来。不行，我一定得想个办法把他赶走。可是少爷，他要是走了，会不会还有别的案子来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与其让父亲派其他案子来，不如我策反童子福。既然他深得父亲信任。 若是。